是我们台语界的小天后。各位朋友，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吴淑明带来的可爱的玫瑰花。一上台哦，没有让我唱歌，实在是痛心疾首。哦，真的吗？大家都忘记我这个，他要讲是啊，这个宪哥是歌手哎，鼻祖哎。继续讲，继续讲。今天来到这边，好，不要再夸他了，他的尾巴已经翘起来了，是吗？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对不对？你看到的不是我的尾巴啊，那是什么？是我懒得告诉你。我跟你讲，今天这个场面500多座，有没有看到？连这个乐队有没有看到？弦乐就是弦乐，对，来一把也就算了，一来三把，真的，这个对不对？正红的哦，两把啊、哦，另外一个是吹，另外是福禄多的，福禄多的，然后还是吹喇叭的一位，打鼓的一位，有没有？还 keyboard 手，还贝斯手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更夸张的是，还有和声老师都来了。
你乱讲，你乱讲，你看错了。哎，不是有这种东西，对不起啊，那个是弹贝斯他老婆了。啊，是啊，哎呀，他老婆，他等他老公下班的啦。弹贝斯每一次偷吃都被抓了，他老婆很不放心。还是高家呢？对不起，啊，你真的是和声吗？都没听你唱，你亲我们讲话。拜托，有你真的和声，出声音了，出声音，听听看。他们有没有要开麦啊？宪哥好。哦，你好，哦，我这个还用那个和声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是，我是和声天使。哦，也天哪，不容易耶！吓一跳，我刚刚和着看过去，我还以为是那个高凌风他老婆啊，亲友双啊，太酷了！有一点，有一点。我的脸都怎么很大？你长得像金姐，金友双的妹妹金惠庄。喂。百亿哥的肩高真、哦，不是夫妻啦、哦、不是啦，是啦，哦哦哦，那就对了，对了，我今天来啊，今天来到这边真的很开心，很开心参加今天这一个喜宴、哦、那当然也觉得非常光荣，因为我是恰当的高雄啦，哎呦，高雄啦，我刀断给你那哭，你应该聊啦。林雅区啊，林雅区啊，他的看公婆，没有公婆在那个林雅区啦，我林雅区啊，阿公到底林雅区的隔壁盐田埔啦，在林安窟呢，讲到这个风化区，讲到这个高雄也算是我第二个家了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妹妹在高雄念书，我爸爸就在高雄买了一栋房子，关我们屁事。什么东西？二十币，大举公，举公没过满，大人在聊天，你恭喜啊，妈咪。那那个，所以你看到人家结婚啊，有没有想到自己的家期是否啊？啊，遥遥无期。遥遥无期啊。哎呀，那你要多加油啦！是要一定要加油的。今天看到这桌上那么多贵宾，非常的开心，沾沾他们的喜气啊！希望你自己也可以赶快有好消息。对对对，是。